大家好，我是爱做手工的燕子，今天我来教大家几种，就是咱们在钩织过程中常用到的几种针法啊。然后咱们在学习针法之前呢，要认识一下它的那个钩织符号。为什么要认识钩织符号呢？因为咱们在以后钩织织物的时候要学会看那个图解，所以说咱们就得首先要认识一下它的这个符号代表什么针。好了，现在咱们看我这个本子上记的啊，这个叉代表短针， C 代表中长针， F 代表长针， E 代表长长针， V 代表加针， A 代表减针，这个 CH 代表锁针辫子针， SL 代表引拔针， K 代表控针。好，现在呢咱们教大家这个，这是我钩织几个这个织物的这个演示。然后咱们这个呢是环形起针的短针织物，这个是辫子起针钩织的这个中长针，这个是长针，这个是长长针。好，现在呢咱们用这个舒服的毛线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。咱们先给它起辫子针，咱们用两个辫子针，先学习这个中长针。起好五个辫子以后，咱们再钩针绕线，然后倒二回钩，就是这个辫子倒数第二个的针目的半边辫子，然后钩针带线。这时候呢你的钩针上会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一次性带过三个线圈，这个就是一个中长针。咱们再演示一下啊，钩针绕线，然后调这个半边辫子，拉过线圈，然后这时候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一次性带过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带过穿过下一个针目的半边辫子，这时候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一次性带过三个线圈，穿过针目的半边，下一个针目的半边辫子，最后一针了啊，然后钩针带线，这时候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一次性穿过三个线圈，然后咱们这是最后一针，记住咱们在钩织织物的时候最后一针要给它做一个锁针，然后转线，这个就是中长针的。现在咱们再教大家这个长针怎么去钩织，这个咱们还给它起五个辫子吧。1 2 3 4 5，这个中长针，这个长针和这个中长针是一样的，也是钩针绕线，然后倒二回钩针目的半边辫子，然后带线，这时候钩针上同样的也是三个线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先带过前两个线圈，然后再绕线带过后两个线圈，这就是一个长针钩织方法。再演示几次啊，钩针绕线，挑这个针目的半边辫子，然后钩针带线，这时候你的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带过前两个线圈，钩针再绕线带过后两个线圈，这又是一个长针。钩针绕线，挑这个半个辫子带线过来，然后这时候有三个线圈，钩针绕线带过头两个线圈，钩针绕线带过
最后两个线圈，它又完成一个钩针绕线，最后一针了啊。穿过这个针目的半路个辫子，带线，然后绕线，穿过前两个线圈，再穿过后两个线圈。注意咱们这个你在钩织的时候这个不要脱线，钩针要把这个线给它带全，然后这是最后一针也要给它做一个左右。这个呢就是长针的钩织方法。好了，咱们再最后再学习一下这个长长针，咱们还给它起一个辫子。长针呢就是它刚才咱们中长针和长针是钩针绕线绕一次，长长针要绕线绕两次，绕两次，然后你要这个钩针倒二回钩，穿过针目的半边辫子，然后钩针带线。这时候呢钩针上是有四个线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这个带过前两个线圈，然后钩针再绕线，带过两个线圈。注意这块带线圈，它要给它不要脱针，然后再钩针绕线，带过最后两个线圈。这个就是长长针的钩织方法，绕线两次，然后穿过这个针目的半个辫子，然后钩针带线。这时候你的钩针上有四个线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穿过头两个线圈绕线，再穿下两个线圈，然后再绕线，穿过最后两个线圈。这个就是长长针绕线两次，然后穿过针目的半个辫子带线。这时候你的钩针上有四个线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穿过头两个线圈，再绕线，穿过后两个线圈，再绕线，穿过最后两个线圈。这就是一个长长针。好了，咱们还有最后一个针目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钩针绕线绕两次，然后穿过半个辫子拉过来。这时候钩针上有四个线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拉过头两个线圈，再绕线，拉过中间两个线圈，再绕线，拉过最后两个线圈。这个就是长长针的钩织方法。然后最后一针也是给它做一个锁针。这个就是长长针的钩织方法。现在呢咱们再学习一下这个短针环形起针钩织短针的一个方法。这个上次咱们教过怎么去给它环形起针，钩针带过这个大线圈带过，然后做一个起立针，然后钩针穿过这个大线圈带线下来。这时候呢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带过这两个线圈。这就是一个短针。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，有的新手伙伴呢他就是不知道这个第一针在哪，咱们就要用到那个记号扣，给他把第一针起针的给他做一个记号。咱们再演示一下怎么去做记号。起立针，然后这是不算做一针的啊，然后穿过大线圈带线上来，然后
绕线，同时穿过手的线圈，这个才是短针的第一针，然后拉长一点，像这里形成一个小 V 字，这就是一个针目，然后用这个记号扣扫过它这个针目，这就是第一针。给它给起六个短针以后，咱们如果你不起的话，看这个线圈，这不有一个线头吗？要把它拉紧，然后拉完这个线头以后，把这个你找到第一针了，就是这个系着记号扣，这就是它的第一针，然后取下记号扣，然后钩针穿过它的第一个针目，然后咱们现在就要教你这个引拔针。针都要给它引拔，然后每个就是织物的最后一针要给它引拔，钩针带过这个，钩针带过这个线，带过这线以后，这上钩针上不有两个线圈吗？然后把这个带过来这个线圈，拉过最后这个线圈，这就是引拔针。引拔针，然后钩织第二圈的时候，要给它一个起立针，也就是一个锁针。然后在你引拔针这个第一个针目，这是它的第一针，给它还是按照刚才的方法，给它钩织第一个短针。然后新手朋友，就是你记不住的话，记不住第一针，还是在它这个第一你钩织的第一针里边钩记号扣，然后做个记号。短针勾完以后，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，就是在它相同这个针目里边继续勾一个短针，这就是短针的加针。然后咱们再勾织一个加针，第二个针目勾织一个短针，在第二个针目相同的针目里边继续勾一个短针，这就是短针的加针。咱们把这条线加针，这个就是加针的钩织方法。好了，这个第二圈钩织完了，然后到这个它的第一针这里取下这个记号扣，然后钩针穿过它这个第一针，穿过第一针，然后还是钩针带线给它做一个引拔。这个拉紧一点，然后一个锁针，然后还是在引拔针这里钩织第一个短针。现在咱们教大家去钩织它这个短针，咱们第一个针目咱们给它勾一个短针，下一个咱们教你怎么去钩织这个剪针。挑第二个针目的内半边辫子，再挑下一个针目的内半边辫子。
然后这时候你的钩针上是有三个线圈的，然后钩针带线带过你挑的这两个辫子，然后钩针绕线钩一个短针，这个就是减针，然后再下一个针目还是继续挑下一个针目的内半边辫子，接着再挑一个下一针目的半边辫子，然后钩针带线带过来，然后钩织一个短针，这个就是减针的钩织方法。好了，今天呢我把就是咱们常用的一些那个针法都教给大家了，不会的呢可以去多多练习一下。等下一期视频呢咱们就要教大家一些钩织一些那个织物的成品，咱们是从简单从易到难去钩织去。好了，今天那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再见。